熟睡，雨落下沉醉，光透过我指尖消退，展开涟漪心如潮水，让时间不再乏味，晚风轻轻吹，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，哦哦，不要再皱眉，哦，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烧随风吹，我为你以爱为营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是，他有总裁恐惧症。什么？就是看到你这种大人物，他就会喘不上气，胸闷气短。哎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全鸡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华莱士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真茶味，认真有味道。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。玫瑰花的盛放，白金丝的芬芳，在娇艳中回荡，坠入甜蜜的时光。你是我的宝藏，笑眼中的妄想，苦涩中带着伤，沉迷于温凉。嗯，忘了我们有微信了。我今天约了人，不约哦。我今天也约了人，也不约哦。早啊，比心，晚上的演唱会别忘了。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呀？算了，过犹不及，还是见好就收吧。请大家排好队，有序进场。请大家排好队，有序进场。
好巧啊。巧？不是你约的我吗？我约你？我约的明明是……等等，实验 ，S Y S Y， 十月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刚想催你，你就到了。啊，那真是太巧了。谁说不是呢？那我们进去吧。啊，好啊好啊。这首歌真的太惨了，想想都好惨，真惨。舒怡姐，你是不是刚失恋啊？所以才触景生情。刚分一个月，他180度劈腿，但是我不是触景生情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失恋了，不应该是女生一了百了，而应该是渣男去死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可是舒怡姐，你这样的居然会被绿啊？你超漂亮的。是啊，可结果就是我被绿了。不过也是因为那个男的眼睛瞎了，不看外表只看钱，因为那个富家女有一个很有钱的小舅舅。舒怡姐，你真的好洒脱啊，我好佩服你。可是一来二去发现那个小舅舅真的还挺不错的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有点为难了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想太多，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前男友，千万不能失去这个新男友。哎，但是这个小舅舅不会跟他外甥女一样三观不正吧？那倒不会，小舅舅跟外甥女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心，假装不在意。
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教授，他也是妈妈的歌迷吗？妈妈，你给我几张你刚出道时候限量版唱片呗，就是限量的，外面买不到那种。舒逸，好巧啊。玉教授，这么巧你也来了。学员给我的票，我来放松一下。哦，采访提纲你也看过了，这周是不是可以定采访时间了？没问题，那咱们下周二下午三点。好啊好啊，那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打车了。行，那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慢走。自己找来了，索性我一不做二不休，碰个瓷儿。石总，我脚崴了。哦。都是因为你，你要对我负责的。凭什么？凭我看见你就没办法再看路了。小姐，您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别动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心，你无情无义，我不美吗？我不可怜吗？你那双不是近视眼，是专门避开长得好看的人的眼。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孤独终老。没有，继续，怎么不说了？我应该什么？没有什么。石总，我觉得我可以先上车再跟您解释的，您觉得呢？还没变好啊？着什么急啊？考试还有90分钟作答时间呢。
是伤到骨头了，疼死我了。疼？话还这么多？哦。全面营养百年精研，海普诺卡1897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郑书意超爱的胃口卫生巾，邀请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下车，找个医生好好看看你骨头。我脚疼，站不起来，也肯定走不动的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崴到脚。这件事你要负责的。郑书意，少作点啊。我哪儿作了？你就不能体贴一点吗？石总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不是啊。那你……我没有心，自己说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啊？你穿这鞋崴脚试试。就跟脚踝被人深深折断一样，痛死了好吗？哦，你又没穿过，你是不会知道的。从模糊到清晰的面容，是你闪耀眼眸，照亮我的宇宙。也曾失望被不安左右，还好你没远走，还能将你收紧我。遇上你是命运的举动，你前女友有没有说过，这个角度看你很帅啊？你前男友有没有说过，你很重？才没有，没人这么抱过我。不过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能成为第一个这么说我的男朋友。啊，痛痛痛！哎呦。这么大反应，我下手不重啊。我很怕痛的，痛死了。啊啊！薇姐，原来刚才是撒娇啊。嗯，也不算是吧。我就说哪有那么疼啊。回去后48小时内冰敷，如果还疼的话，记得用点活血化瘀的药，尽量不要走动，记住了吗？谢谢医生。我觉得吧，你男朋友虽然长得挺帅的，但是有点太不解风情和铁石心肠了。医生姐姐别胡说，他可不是铁石心肠。小姑娘还挺护短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心。还不回了，肯定是缴费去了。不会是走了吧？还是走不动。
医学奇迹，医生治得好。请问可以自己上车了吗？实验，你跟那个贝林还有联系吗？就是你那个前任，那个演员，特漂亮那个。嗯，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想找到一部电影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帮忙搭个线吗？喂，能听到吗？他吗？我觉得他演技一般。还没我车上这个演技好。我真的会谢。你车上？哦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原来他前任真的是那个当红女演员。前任？那他在车上说我演技好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觉得我比他好？反正只是前任，都到这地步了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半途而废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明知道小舅舅不吃火锅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石燕。哎呀，小舅舅，我们都快吃完了，你才来啊？不要点事情。哦，让我别忘了自己这么晚才来。月月，我可不想好不容易见到你啊，看你小舅舅教训你。继续说说你跟你那个女领导到底怎么回事？哦，对，哎，这件事情小舅舅也知道，我是误会我那个领导了，我就想加他微信跟他道个歉，没想到我刚加上他就特别热情的跟我打招呼，还请我来看演唱会呢，我当时都懵了。他今天请你看演唱会？对啊，不过感觉有点奇怪，好像他想请的人不是我。哎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我们玩得特别开心。自己误会了人家，还心安理得和人看演唱会。小舅舅，你怎么这么毒舌呀？就会记仇。来，姐，祝贺演出圆满顺利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差点忘了，今天的医药费还没给你呢。妈妈，小舅舅又和女演员谈恋爱了。别瞎说啊。关记说你车上有女演员，刚刚我看到他给你发消息了。石燕，谁呀？我认识吗？姐，他们瞎说的，别理他们。我刚刚明明就看见了。行了，你别听风就是雨了，八卦就是这么传出来的。你小舅舅自有分寸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，只有珍惜了才能拥有。石燕，如果遇到对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不要错过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晚上不是程叔的家宴吗？你要是没有女伴的话，让月月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小舅舅，我当然愿意陪你去了。我舅舅的女伴是一般人能当的吗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姐，慢慢吃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好。他有情况。
行了，快吃吧。哼，一股恋爱的酸臭味，我一定要扒出到底是哪个女演员。双晶骨营养专家，以爱为营，共成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你是实验吗？不然呢？今天医药费多少呀？我转给你。什么医院啊，这么贵？可以划医保吗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当做今天的片酬。我这种奥斯卡级别的片酬才2000多，真是抠搜，真是不得。我这种奥斯卡级别的片酬才2000多啊！你想要多少？想要你明天陪我吃晚饭。想得挺美。我们去吃什么？我穿哪件合适？我穿哪件好看？红色？哪来的红色？他是敷衍我，还是单纯色盲？他不会是说那个红色？行舟，这条裙子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。怎么会是他？喂，舒怡姐，你在干嘛呀？出不出来逛街？已经在逛了，出来逛街还看到巩明宇，真晦气。真的假的？你现在在哪里？国金。我真是点背，每次看他们一眼都要回去洗好几天眼睛。国金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到。啊？这个衣服有点太素了吧，像中年人穿的，一点不适合。你这个调的也不好，高领毛衣特容易蹭到我粉底的，换一个。会蹭到粉底？嗯。这裙子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啊？没什么设计感。不会呀。剪裁简单才是最大方好看的，你看这红色又显得你气色好，过段时间就过年了，到时候穿着拜年正合适。嗯，但我都感觉这个肩膀这块怪怪的。星舟，星舟，嗯，这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算了，我看看别的。
姐，这衣服简直太适合您了，你这皮肤白得发光，正红色简直就是为您这种肤色量身定做的，您穿着简直比杂志模特都好看。谢谢，我想拍张照给我朋友看看。固态电池已经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，行业即将迎来的是半固态电池的萌芽，湛蓝是最有可能率先量产半固态电池的公司，这轮融资对他们意义非凡。湛蓝的半固态电池技术很成熟了，目前算是新一代高性能动力电池的领跑者。行吧，功课你们都已经做完了，那我只能响应号召，为国家双碳建设添砖加瓦。好看吗？给我两个字的回答。你在笑吗？你在笑什么？没笑什么。那个，你晚上有女伴吗？我跟你一块儿吧，我没有女伴。我不跟你去了。啊？还真是有趣啊！今天晚上你没有女伴，他竟然有女伴。是啊。难看。真是多一个字都不给，夸句好看会死吗？给我换别的。这几件我都喜欢，你都给我买下来嘛！快点呀，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吃饭吗？哦。小姐，这些衣服您都要吗？您穿很好看的，都很适合您。哦。姐。我帮选。那，这位大姐，你的眼光真是精准呢，帮我把店里最丑的几件都挑出来了，省得我浪费时间。你真那样买啊？当然真买了。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那是我小舅舅的副卡，没事的，放心。那就更不好了，我都不认识你小舅舅。哎呀，都说要买了，怎么能反悔呢？这时候面子一定要撑住，就当是你提前请我看演唱会的回礼了，还有之前一些事情的补偿。什么事情？没有，没事。舒怡姐，消费主义绝对不会背叛你的，你买的衣服都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，可比某些男人靠谱多了。小姐好了，谢谢。谢了，大姐。神经病啊你！哎，好了好了，这几件也确实不怎么好看，走吧，不买了。不好看，不好看！你刚刚那眼睛都快粘人家衣服上了，不好看。啥也不是。舒姐，把喜欢的换上。舒姐，一会儿有事吗？咱们吃晚饭去。不了，我约了人。哦，我懂了，难怪你专门出来买衣服呢。聪明。那你快去啊，还等什么？去，加油。
这样穿会不会有点太扎眼了？甄淑逸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家放一下东西，顺便换身衣服。不用换，你现在就很好看。前又是拉手又是说好看的，上了车又不说话，男人果然善变。这庭院还挺有特色的，走吧，进去吧。想不到还挺会挑约会的地方的。你是我的宝藏，夏夜中的梦想。你看什么？你啊。我怎么了？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，很好看。玫瑰散发微醺的迷醉，玫瑰留你隐晦的暧昧。该入席了。入席？嗯，这是我长辈的一个家宴，等一下应该会有不少人。你不是跟我吃饭吗？这不算跟你吃吗？啊，行吧，我想要的不是这种吃饭，好吗？吃完这顿你可以再请我单独吃。走吧。石燕又谈恋爱了。哎，还单身多久了？恋爱了。石锦他跟贝林到底为什么分手？这分手啥呀？是什么人？这是新女朋友，看这外形条件是个艺人吧？这样都没见过。我倒觉得长得不比贝林差。石燕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，我最近可没怎么关注过娱乐圈啊，不知道这位是。我想起来了，您之前是不是参演那个网剧《秦岚王妃传》里面饰演女主角呀？哎，真的是，我之前还说这个女主角长得很漂亮，没想到现代装更好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二位可能认错了，我是记者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走吧。嗯，昨晚还跟女演员共度春宵，今天就换了个美女记者，在逃太子爷还真是多情啊。怎么，还念念不忘的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吧。我今天看得明明白白的，你就从来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我。我和他已经是过去式，不是你想的呀。衣服你也不给我买，我看你就是不爱我，你不舍得给我花钱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不是也是为了以后我们精打细算吗？这样，等你和你小舅舅说好了，让我去云创上班了，到时候你想买什么，我就给你买什么，好吗？来来来，我们拍张剧照，好，拍一个。我听说没？谢谢。
舒逸，你忙吗？今天的事我很抱歉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舒逸，你忙吗？在做什么？来来来，我们干杯酒。做蛋糕。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想吃甜品了。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。你好，请问是谁点的？这边。好，有人想吃蛋糕了。实验，你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内涵我。放得下，别走远。